楠楠，你猜一下，今天我们五张能不能走得出去？我发现我的粉丝可爱看我逛美国的超市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又来了 Costco。看看今天要花多少钱才能出来？这是在黑五之前的几天，所以也不知道价格怎么样。这个冰箱冷藏柜就是我想要买的，一格一格都分得很清楚，这样就不至于我把手伸到冷藏柜里面去取了，一层一层分得清清楚楚的，也好收纳。是不是啊？你看开心吧站着不愿意走了，因为上面有个暖气。确实有很多电器现在已经开始打折了。在美国一年里面最好的时间买电器呢应该就是黑五了。戴森永远不打折，400块钱。烤棉花糖都单独出了一个小机器。好看吗？ Yeah, try different color. 这个颜色好看吗？ Yeah, it's brighter. 也好看。 I like this one more.是拿了一个奶白色的奶奶，奶奶说穿奶白色的像小姑娘，那我就要像小姑娘一点。看看这三个人真的没有好好有心思的逛街啊！我们上次买多少钱？这个碟子10几块钱的，现在6.97块。嗯，打折的东西真的很多。垫着脚尖弹钢琴。又到了一年一度全家准备圣诞节礼物的时间了，开开心心，看大不大？太大了，拍不下你们。棒棒糖，草莓棒棒糖。Tabasco。感觉今天开心爸爸没有购物的欲望。这个在德州用得上吗？它是碗，对，它是。哇哦 ！I know。好多巧克力啊，奶奶，你不是说要买点巧克力的吗？这巧克力实在太多了，挑得眼花缭乱的，哪一个看起来不都是很好吃的？这边还有很多巧克力，里面在里面在里面，看到了，找到了，要拿几盒？奶奶，3盒啊？你不是要拿5盒吧？拿5盒。这个圣诞节巧克力管够，黄油饼干16.99块，来拿一盒，自己拿。开心吧最爱吃的橘子。感恩节前夜啊，这个派啊真的是很火热啊，卖的这个南瓜派好便宜啊，6美金这么大一个，哇好便宜。这一袋柿子5块钱，再打折，硬的柿子。你们一会儿要下来了，车上放不下了。胡萝卜4.49块，这么一大包，这个太大了，6磅。这一盒蘑菇要15.99美金。对，这一盒生姜是6.89块，喜欢吃的黑桑葚6.99块，涨价了，还是小盒的。这个里面实在是太冷了，最近的蔬菜好像价格有所上调啊。一袋7美金，来一袋吧。This is my baby cookie. We don't need chocolate muffin because we got one at home. 这个 Costco 真的已经不算那么急了，实话。哎，开心爸爸永远不跟我们走那么近，所以我们都要拎着东西往他那里走。拿2个鸡回去煲汤吃，2只鸡10几块钱。这个排骨1盒是22，来一盒，哟哟哟哟哟，走。我们周四去朋友美国朋友家里面过感恩节，想着要不要带点其他吃的去。饮料要带一些吗？柠檬汁选一盒，6块钱2瓶。生姜柠檬茶你以前喝过是吧？12.99块一箱。哈根达斯冰激凌一盒是10.49块，鸡块一袋是13.99块。蛋挞10块钱一盒，来2盒啊。奶奶快点，这个韩国的那个煎饺打折了，拿2袋吧。这个面条是开心爸爸要的，这个海带我想试一下，拿一袋。Okay. 嗯，试一下好不好？香菇干，好多小伙伴说好吃的，7.99块，啊，可以吗？这个饼干也打折哈，7.69块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可以冲，但是我们今天不买了。一袋腰果12.49块，这个便宜的。这个是我平时最喜欢逛的一个区域了，小朋友吃的维生素，平时真的可喜欢研究这些东西了。美国人的养生意识真的是很强啊，这里全部一整个区域都是保健品，哇，大家猜一下我们这一车多少钱？现在人啊感觉还是挺多的，但其实正跟的很多其他 Costco 比算少的了。奶奶你猜一下，今天我们5张能不能走得出去？今天真的没有使劲啊，就只是浅浅的买一下东西。
今天没有发挥好。给出去300，他找了我16.6，猜一下多少钱？200。很准嘛，283。开开心心，你们想吃什么呀？超过鸡腿。好了，奶奶，你猜一下多少钱？猜吧。283。今天我们高估了我们的实力啊，没能花得出去啊，这500块钱。再出来天都黑了。哎呀妈呀，真冷啊！刚才我买的新衣服可以给我披起来了。我把这个袋子带来了。好，我先上车了啊，开心爸爸，辛苦辛苦。那你帮我开门啊，谢谢你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，太可惜了，500块钱没有花得出去，但是每个礼拜500块也吃不消呀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拜拜。